插上电，我就感觉自己不会累。玩音乐，管它听上去是不是摇滚，年轻是好还是坏？年轻让我们看起来就像一张白纸，但很好，白纸其实是没有被定义的可能。流量是好还是坏？流量从来无法定义音乐好坏，同样也不能成为你否定我们的原因。只是想像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那样，创作属于自己的故事，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。也许今天我们的面孔看起来还很新，但没关系，说不定他们就是明日之星。